画面哦，因为这里面的话会牵涉到很多的那个样，就是上面的程式嘛哦，所以我这边有帮各位做一个截图的动作了哦，给各位稍微比较清楚。像刚刚那个比如说 home 这个返还有没有？这边有这个，其实你可以啊，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返回的这个按钮的话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哦，有没有？就是在这边只要找到这两个，啊，另外的话。刚刚的这一个有没有？实际上就加到这边来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的效果就在这边程式码。那我建议各位慢慢养成习惯哈，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 source 很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自己换行，把那个结构做出来，那达到你比较容易观看的这个哈，这个效果，你会发现就很清楚了。ID 有没有 ？Data row。data insert 有没有 ？data filter placeholder 哈、哦、有没有？这几个加上去，效果就是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好、哦、，OK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提供一个参考啦，因为书上面就给的东西其实哈、哦、参考有限。那有的时候，当然你要把这些通都做正确，很不容易，所以需要一些参考。那我把这个画面哈、哦、截图下来，那这个有没有？哎 ，navbar 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个、第三个怎么做出来的细节的部分啊？除了书上面的讲义里面的东西之外，我也帮各位做截图的动作啊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啊，这四个怎么做出来的？底下这两个怎么做出来？啊，因为这个 update 没有 update， 所以里面没有文字，只要做两个。啊，这个 class 是那个 CSS 哦，前面也讲过哦。如果你们忘记 CSS 怎么做，请各位回头再看一下，或者。回家再看一下影片应该也可以做得到。OK， 大概会有这些画面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些细节部分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在返还这边有一个打卡， 对， 不对，打卡按下去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什么表单有没有？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怎么呢？输入的动作。那特别注意哈，这个是一个区块，这个是一个区块。它这个做法哈，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区块一个区块，可以去掉也没关系的哈。啊，上面的名称哈，其实也不一定要用 label 了哈。那这里当然前面我没有讲过，所以请各位哈，回头可以再参考一下我们前面还有印象吗？在应该是在哪一个呢？我印象中是在这一个吧，第十的这个里面哈，我们好像就有做过类似的东西，哎，有没有？请输入地标输入上去，哎，去把它回。如果你要做一个类似的参考，这个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这边怎么做的？基本上这个东西哈，主要一定是会有一个什么 input type 叫 text 的。所谓 text 就是说它一定是文字方块，哦，特别注意哦。然后呢，它的 name 就是它的什么？它的这个的名称。叫 test input 哈，不过这个 name 效用好像不大，好像这个地方可有可无了。这个再看一下 ，ID 很重要，因为这里面输入的东西我会从 ID 里面去取得，所以叫 TSD data。然后 value 的话就预设值，地标有没有？啊，如果说我今天想要来做这个动作啊，上面有个请输入有没有？请这个地方有个请输入地标哈，有没有？的文字你就只打上去就可以了，或者你加一个 label 也 OK。那这一题的话，书上面提供给我们的参考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基本上它这个地方，主要是几个点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这个范例哈，里面的话，给这个 page 哈 ，new 的这个 ID 等于 new 哈。那上面一样有个返还，这个前面讲过了哦，所以跳过。那你会发现，第一个。它要怎么样建立一个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来比对一下，各位看一下啊，这一个哈，它会多一个 label for， 不过我觉得这个 label 可以去掉没关系的，太麻烦，我觉得多一个 label 主要是 input type 这一块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它一定会有个 input type text， name 的话叫什么？叫 title。ID 也在台，干脆两个名称叫一样，然后 value 的话预设值里面是空的，所以
给空字串就好，主要是这一个。好，不过呢哈，它又包了一个什么呢？叫做field content 在外面，所以哈 ，div 外面呢会包一个这个啦。不过这一个其实包一个就好了啊，它是每一个都包，我觉得下面这些都可以删掉，没关系。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哈，其实只要什么？只要这个 input type， 好，所以一个、两个、好三个，总共会有几个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按插入对。那差别是这边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跟底下不一样，它比较广、比较大、比较宽，对不对？这个的详细内容哦，它的什么呢？它的这个这边是 input type 等于 test 对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它的是叫什么 ？test area 有没有？那 cols 就是 column 蓝，特别重要，这个是蓝，蓝是40，40指的就是说，从这边到这边是40。row 指的是这边到这边是8的话是大概是啊。大概是两倍吧，所以一倍大概就是等于两倍的话，你就记一下大概8。啊，名称的话要 details， 好啊，结束一下，它是一个什么 test area， 好啊。如果说你背不起来没关系啦，其实在哪边可以找到参考？其实在我印象中，我有跟各位讲过，在这边，好，在 JQuery Mobile 里面有没有？我们如果要插入文字的话，这边就有文字输入，好。另外有一个是文字的范围的话，是在后面应该也有文字范围，这里面没有，或者说你可以从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表单哦？这边表单也有，好，表单里面也有什么呢？文字栏位跟一个什么文字区域，这个也可以拿来用哦。OK， 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，如何建立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。建立，就按插入会有个按钮 ，OK，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